惠普 OM 我调一下我暗影精灵全军出击找啊找呀不能冒您安妮儿距离不还是625吗以前650啊自己杀我呀啊我有护盾小伙子妈的一级应该学个抠的我决定主意了主意给他整个香炉真菜呀小伙子这瞅啥呢瞅半天这有这好好看吗有那么好看吗哎呀哎呀这完了吗啊完了哎嗨呀这波消刚了哎呀我寻我一个 Q 把他 Q 给他打断了你知道吧哎呀消刚了消刚了拆了拆了这不拆了吗看来这个主义的安妮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虽然我们刚才这波输了但是还是可以干哎升三了没事问题不大这个你补吧我补不了了没补着吧我就插个眼儿的啊虽然包女在我们旁边但是我还是插一手你怎么像个鬼似的来让你勾嗯给我打死他你不会切炮吗兄弟对呀、啊、来一炮 Nice 我给你整个香炉啊我们这波死了换回 ADC 的双杀啊不是不是 ADC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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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不行了。他挺狂啊，我发现呢，兄弟。他不敢上，没事。下当了，穿墙闪，我伤害不够。那卡萨丁有那个魔法护盾，你知道吧？小心右边，死了 ，nice。你说我要不要主义呢？还是我直接我就爆发？我看啊，哎我操，主义一护盾值90秒，二级。不是90秒，90点呢，升一级多加50点。我杀瞎子，你咋那么装备呢？我就发现了，挺装啊，挺能装啊，我发现这就是硬杀我呗，杀没事，硬杀，精神病似的。你老杀我干什么呢？中单杀辅助用闪现，小傻瓜，像精神病似的。你说金克斯4个助攻，疼啊！我虽然我没升6啊，但我也不是那么好野的，我告诉你。金克斯都7级了，我才5级，死的次数太多了。呀，哎，这眼儿没查好。把这真眼儿查了，赶紧升个6啊。杀这个。给你套盾来，上！你被强化了，快推呀！磨磨唧唧的。赶紧推！我有大，来！我操，你被单杀了，兄弟，啥也不说了，好吧？
我溜了。回来 ，Team。这安妮儿的护盾三秒钟是不是有点短呢？香炉，香炉没毛病啊！我给他主意，给他香炉，可以的呀。快来！干哈呢？这人挺有意思啊！我一看呢，哈哈。呀、yeah? ，我踢波是呢，我打死他，小老弟，跟我往前追，晕，握准。蓝不够用，这怎么着？我要是出个香炉，我再来点啥呢？啊，我来个仪式的章节吧。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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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力值，法力值。晚来个正义荣耀，盾没办法全程覆盖呀、啊。卡萨丁，卡萨丁，卡萨丁，这护盾好像不咋吊蓝呢。多给他整点护盾吧，行。我500多移速，哎，你跟的太慢了，我晕了，你也打不死，算了。呀，我操！还挺秀，投降了。
投降了。这怎么投降了呢？